傍晚了，带着宝宝们又来厄巴纳市的图书馆。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占了两个城市，一个是香槟市，一个是厄巴纳市。那天带着宝宝们去了香槟图书馆，孩子们感觉特别好。今天又来厄巴纳市的图书馆。工作人员热情。从这边，那个坐那个电梯下去，楼下一层。哦，等电梯。搬孩子们玩的地方来了。儿童图书。这家图书馆的这一层全部是儿童图书和可以借走的儿童玩具。这些儿童玩具呢都是属于一些益智的。这应该是光盘，这也全部是免费借出。这个架上是 DVD， 这儿童图书可真不少。这李姥姥呢？和当年的刘姥姥进大观园感觉是一样的。这些全部是免费可以解除的。带着孩子们来图书馆真是个好地方。第一，有孩子们玩这种设施，工作人员特别热情，孩子们玩具也特别多，环境也特别好。第二，大人来了以后呢特别省心，因为把门把住以后呢孩子就跑不出去，也没有太危险的东西。两个姐姐也不存在磕呀碰呀，就是小豆丁不会走，跌跌撞撞的，基本上是没有危险的地方。